主料：鲜藕200克，辅料：生姜、红辣椒、香菜、白糖、凉拌醋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藕去皮，洗净，切成薄片，放入煮开的水中焯熟后取出，用凉水过一下晾凉备用。去一只碗，放入少许的盐和糖，加入少许姜丝和适量的凉拌醋和香油，少许一起扫成汁。焯熟的藕中加入少许的红辣椒丝一起拌匀，把调好的汁倒入藕中拌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藕要尽量切得薄一点，捉水的时候快速焯过后捞出，放入冷水中过一下更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